哎呀，大家收敛收敛啊！这个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，我不是个人，不是，不是，不，我不是个普通人，我是个神仙啊！我是广州市越秀公园土地庙的土地爷。哎，我是个神仙！哎呀，神仙也要吃饭了，神仙也要养家糊口啊！ 既然我的这个土地庙香火不好，我就把我的土地庙搞了一下装修，我把它改成了青春典当哈。哎，典当你的青春，让你梦想成真；典当你的岁月，让你耀祖光宗。你吹牛皮的，谁说吹牛皮啊？你吹牛皮的，谁说吹牛皮啊？站出来！ 吹牛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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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牛皮的，吹牛皮，吹牛皮的。老爷爷，你到外面去玩，不要在这里妨碍我，好吧？什么老爷爷咯？你好难按呗？啊？我是小朋友的，小学生放学的。哦，小学生啊。嗯。哎，你这个小学生，你蛮粗老啦。 我就是留级留的多不？留级，哦，小学生，爷爷好，哦，好好，那个二姐好，我是小学生的呀。嗯，那个，既然是一个小学生，放了学你就回去啊，回去，关你屁事啊！脾气蛮大呀，嗯，我看出来了，嗯，肯定是考试没有考好，不敢回去。 你是个神仙吧？哦耶！你怎么想的？我没有考好了。来告诉我，嗯，考试打了多少分？9分。啊！哪一门只打9分？告诉我。语文2分。嗯。数学2分。啊！体育5分。我是不是太偏科了？你不是偏科，嗯，你是被门砸坏了脑壳。 怎么办咯？我考9分，我回去我爸爸非要砍死我去。嗯，你是神仙呐？对，你是青春点的行呐？对对对，我有的是青春。好，我想考全班第一。那就要点到你一年的青春。你的意思我少混一年？对。要得了。哎，我要考全校第一呢。5年的青春。可以。我要考全广州第一呢。 10年的青春，划得来呀！我这10年的青春，我不点给你，我迟早也会留级留完的。你要有这个智商，不应该只考9分。我除了读书，不行别的都行。好，给你，你要有这个态度，嗯，那就10年的青春归我，广州市的第一名学霸归你。 爷爷，打雷闪电啊！那意思我现在是学霸了吗？对，你就是广州市的学霸。来，收起你的弹票。没有感觉了，学霸。不要着急嘛。哦，感觉嘛。快递，哎哎哎，快递，到兵的快递。啊，谁叫到兵呢？叔叔，我家大兵，我怎么会有快递了？生错了吧？哎，录取通知书。哎呦，哎，斯坦福的，剑桥的。哎呀！ 爷，啊，这10年划得来呀！马上我就是学霸了，爸爸耶，我考上斯坦福了嘞，你快点卖房子了！看见没有，典当青春让他心想事成了。哎，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，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，让你们再多活10年，你们能不能考广州市的学霸呀？对不对，老爸？哎。 救命啊，老爸！哎，这个小朋友又来了。什么小朋友咯？我10年给你了啦。对对对，10年的青春给我了。现在是个20岁的小哥哥了。哎，问一下，学霸的感觉爽不爽啊？白天还是爽啊，晚上浑身痒。我明白了。嗯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想小姐姐了吧？就是。 谁不想小姐姐了？你想小姐姐，你去找嘛。我找不到嘛。啊，明白了。嗯，你这个情况肯定是这样的。嗯，你喜欢的小姐姐不喜欢你。对呀。哎，喜欢你的小姐姐呢？嗯，又没有。嗯。
哎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啊？你自己看嘛，你看你自己长得这个样子，你长得太丑了，你不能怪别人。我把青春给你，好吧？多少年青春都可以，你让我变成王一博那个样子。变谁呀？王一博啊？这有点超出了我的法律范围了，做不到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是这个鬼样子了，我找不到了。这样，急死我了！哎呀，虽然我没有法律把你变成王一博，哦，但我毕竟是个神仙啦。对，我可以让你喜欢的女孩子小姐姐马上就喜欢你。你喜欢谁？你指给我看，我让你现场就把婚结了。啊，这可以啊！哎，对对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哎，对，喜欢哪个小姐姐指给我看。哎，你还有举手的嘞，举手的可还是可以，就是妆太浓了，不晓得卸了妆什么样子。阿姨，那我就说了啊，好好好，喜欢谁？大胆一点，我喜欢迪丽热巴。等一下，我没听清楚，你喜欢谁呀？迪丽热巴，出去，滚出去！哎，怎么不做生意了啊？太不要脸了！啊，你这个鬼像样子，你怎么配得上迪丽热巴呀？你跟迪丽热巴搞在一起，那像个什么样子啊？这样，我给你 P 一张你跟迪丽热巴的结婚照，你自己看一下了，来，你看一下了。这不蛮般配吗？这哪点好吧？这知道的呢是你跟迪丽热巴的结婚照，不知道的呢，这就是个西门庆的公开招聘启事。我要住在这个小区，我也是隔壁老王，我也去试一下手气，你信不信？我跟你讲，要得不到迪丽热巴，我还不如死个。可是你看你那个全息，哎呀，这个我没办法活嘛。你想办法啦？你不要蹦好吧？你是神仙啊？虽然没有迪丽热巴，嗯，但是我这里有迪丽热巴的一个孪生妹妹。哦，孪生妹妹？对，叫什么？叫迪丽火巴。这听着比迪丽热巴还要火热些。对对对，哎，可以啦，迪丽火巴。对，长得怎么样呢？跟她姐姐一模一样的漂亮，可以，好多年青春，20年青春给你。我想得通，我这个鬼样子，再活200年我也找不到迪丽热巴。好，给你，你要有这个态度，嗯，那就20年的青春给我，迪丽火巴在家里等着你结婚。哎呀，真的梦想成真了。谢谢谢谢，哎呀，火爸耶，等着我啊，火爸，注意身体啊！看见没有，典当青春，来让他梦想成真。在座的这位男孩子，如果你也想跟迪丽热巴搞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坐着不要动。你看你就是这个想法，被我看穿了吧？只要你救命啊，老爸！哎呀哎呀，救命啊，神仙啊！这个小伙子又来了呀！去死了！怎么了？我那个。迪丽火巴啊，背着我跟我的顶头上司西门区长，两个人眉来眼去，动手动脚，满城风雨，我是最后一个晓得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那你去找那个处长的麻烦嘛。我去找西门区长，找他，冲他的办公室。对，西门区长。有空常来玩。你如果官大一级压死人嘛，你如果是这个气质和出息，你不如去死掉。我要是能死，我找你干什么？你不是神仙吗？你帮我呀，你让我当官啊，官大一级我压死他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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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让我当个处长，我处长没用，他也是处长。我当个厅长，我当个省长。你要我当姑吗？我只是越秀公园的一个土地爷嘞，我连番禺佛山都管不到的呀。那我怎么办？你这样啊，嗯，我把我所有的法力集中在一起，嗯，我让你当个厅长，也行，好吧，只要比他官大，好，压死他。好，你就是厅长。嗯，多少年？30年青春给你。哎呀，30年算什么？我现在40岁，30年好久。嗯。你让我当个70岁的退休厅长啊，那怎么报仇吧？那只能打门球了，那个。那就变一下啊！20年的青春加上你所有的健康，拿去。
我活到今天健康有个屁用啊，我现在倒是挺健康的，这么大个绿帽子啊，我宁肯要个不健康的红帽子，也不要个健康的绿帽子。哎，给你。好，不要看不起神仙啊。好，你有这个态度那就好吧。好，那就20年的青春和你的健康归我，你就是厅长了。我是厅长了，冰厅长。我是厅长。哎呀，这个健康没有了，还是很现行的啊。厅长，厅长，哎，厅长，啊，外面的气温已经不到40度了啊，你赶快把棉袄穿起来。哎呀，难怪我觉得这么冷呢。哎呀，厅长啊。按照您的要求，全厅1000多号人在报告厅等您做重要指示。好的。嗯，西门区长在哪里？我把他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这个位置。你可以指着鼻子对他进行教育。就是他，西门区长，你跟我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他真的站起来了呀。他脸皮好厚了的，他真的敢站起来。你以为你长得漂亮就可以随便跟我们戴老帽子是吧？我要扯你的职，我要让你天天出差不准回来，我跟你老婆不明不白，我要报仇。走，不是说你啊，开会去。哎，听着听着听着，哎。冰厅长，你要坚持到开会的那一下啊！等着我胜利的消息。看见吗？典当青春，来，梦想成真。哎呀，冰厅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冰厅长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冰厅长，神仙啊！哎，问一下，那个开会的时候那一口恶气出了吗？哎，快些莫讲这件事了啊！那天我到了会场，嗯，见到了西门区长，我指着他的鼻子，嗯，我出口都没有爆出来，我脏话都没说出口，就一口老血喷在地上，当场就送到医院里去了，在 ICU 里都住了半年了。直接就办了病退手续了，医生说我就是这几天的事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啊！我这一辈子还没搞得手就人，就已经快结束了。我现在万贯家财有个鬼用啊！我人还没死，家里就打得头破血流了，真的是没意思。哎哎，冰厅长，告别了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冰厅长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有后悔药？那没有嘞。那你问个屁呀！哎，但是你别忘记了，我这里是青春典当行，你可以把青春典当给我，当然你也可以赎回去嘛。什么赎啊？你的万贯家财呀！拉倒！我今天总算明白了，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。就是青春和健康啊！你让我再来一次，嗯，我保证不投机取巧，我保证扎扎实实的生活，用不着炒迪丽热巴，我找容嬷嬷也可以，至少她跟我可以针灸治疗一下。这是这么多年你给我的单票，好好好，都拿去。好好好，你还有这个态度就好办了。那这样，你的万贯家财归我，你所有的青春和健康还给你。
怎么了？哎，可以了嘞，哎，头发又反青了嘞，哎呦，身体好了嘞，哎爷，哎爷，又变成小学生了嘞，哎呀，哎呀，爸爸耶，我又考了9分嘞，你砍死我了，爸爸。